好玩的游戏我来了！天哪，我已经完全被这游戏给玩到很耐玩了。各位啊，我跟你们讲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个都没有升呢、啊？所以现在就剩我们的 LV 我们的那个等级不够，对不对？重要的事情就是，我居然卖出去了！天呐、啊，武器真的好好卖哦，为什么早知如此？唉，早知如此，为何不早讲啊？唉，武器这么的好卖呀、啊，很快就卖完了。你刚刚重点不是讲？武器要哪做啊？重点是安尼啊。这不是可以转职吗？我刚无意愿啊。假设对我来说不是重点啊。应该想说这些职业，我比较想要那个。我比较想要做那个剑。一支箭最好那个，哦，所以他要石头跟，哦，箭，我觉得大家都做箭好了，他要石头跟什么？就是真正太过分你啊啦！为啥卖卖啦啦啦？可以不要这么过分吗？唉，所以有改名啦，铁松国王来啦。啊，就只有贱卖得出去，你知道吗？多累啊！我的总比那笨呢？屁耶、欸！我们装备怎么变成这样的？鸟诶，差价贼哦！我今天先整理一下我的装备啊，各位观众。哇，46，然后他卖6000多哎，那当然是这个啊，就是得叫你送啊，因为等下升级游戏，搞不好拢要送交易所，就是安尼讲啊，真买啊，惊你个你啊，这是我本人呢。这是把全彩妆搞出来。嚯嚯，95嘞，这95还是87，差就这哦。哦，这5000呢，就95了。嚯、哦，真爽的哦！啊，你让底下看我上面新装备。啊，他出去了，所以不能换哦。你要等他回来才可以啊。那时候真的好羡慕这个游戏啊。我盖吗？我才不信！嘟嘟有盖吗？嘟嘟。哦，他们装备都一样哎。难看50名的。哎呀，他们后期的装备为什么都一样啊？过分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这会很缺石头啊！如果你一直做剑的话，很像是哦。来，再来，黑木树枝。为什么就要这一把呢？因为他给人家卖到这个价格啊，26800，哦，所以有点贵啊，所以就给你们看这一把吧。哎，好难玩啊！怎么办？这游戏真的太酷了呢！哎呀，然后他有聊天室这样子，看，呀，